记的泪染那枕上书，几许韶华将心辜负，三千情意似付不住，散落纸上更添辛苦。记的泪染那枕上书，几许恩伤如一次负，最怕高声闹冲突，和泪最令人。你们三个听着啊，你们已经被官兵包围了。老大、老三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咱们被这小娘们给耍了，真应该听老三的。大哥、二哥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咱们得赶紧通知老板，千万别让他自投罗网啊。老三，我俩替你拦住他们，你去抓住他们，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、啊、拦住他，不要妄动，赵大傻在他们手里。老大、老三，你们守着人质，我去大副客栈。老三，你早点说，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吗？走。赵大师，你没事吧？来了。哎，赵大师，赵大师，少爷，您怎么了？少爷，您受伤了？少爷，这个绑匪头目身上还是有些武功的，我凭着受伤才没让他跑掉。这些是悬赏金，你记得把大家的口供费给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少爷，您还想这些？您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叫大夫啊。哎，不要声张，我休息休息就好。明，你去帮我打盆热水啊。行。童子福，把嘴给我闭上。你是、啊、大师兄这是艳福不浅哦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们花园就属那个童什么福的长得最漂亮了。走，我看着难受。走走走。文景禅竟然是隐藏在花园里的绑匪眼线。哎呀，要是我走了，文景禅这个绑匪又把赵大师绑了怎么办？早点改过自新，从头做人。是，差点把我赚钱的大事给忘了。其实啊，我前面说的那些笔墨纸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有钱，谁爱画，你这样我们的画才能卖出去。
这北岳城最有钱的人家应该是……哎，算了，明天再去打听打听。老爷，少爷他昨日并没有去花园上课。这个臭小子！老爷，官府那边来人了。哦，快请。哎，文老爷，恭喜恭喜啊！张大人，同喜，但不知喜从何来啊？哎，最近不是有绑匪出没吗？张大人。难道是把绑匪抓到了？嗨，还不是托了令郎的福。我们官府几次三番没有抓到绑匪，令郎竟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为百姓除了匪患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啊，哪里哪里，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，那是犬子的荣幸。哎，令郎为抓绑匪受了些许伤，张某没什么可送的，拿些滴打药算是谢礼。还望文老爷转交令郎。好说好说，我还要审讯犯人，就先告辞了。文景湛呢？把他给我叫回来。也不知道这个童子福脑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，这但凡让我父亲看到异常，我看我这从军的念想就要断喽。举累了，我放这儿歇会儿。你这……我真就这水平，所以才想来花院学习来着。喂，你个臭流氓，动嘴是你这么动的吗？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我父亲派来的，要真是，那还不得把我父亲给气死。少爷，嗯，童小姐又从花园离开了。知道了。少爷，您刚刚笑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口供钱都给了吗？啊，还没呢，正在算呢。你得尽快啊，还有一个月就是画师评选了，让多些人夸奖。嗯。少爷，您多日未回家，老爷想请你回去一趟。这位兄台，啊，我看这画仙殿的香火挺旺的，看来大家都把评选大师当成头等大事啊。这算什么呀？等过些日子你再来看，大家恨不得把我们这画仙殿的门槛给踩破了。那到时候我得看看，比一比哪家供的香火最多。哎，不用比，这么多年啊，一直都是我们家。那文府的二夫人可是我们画仙殿的头号大财主。这香火钱那是月月都没有断过，也难怪他们文府是书画世家呢。哼。哦。文府土财主。问春风十里情归何处，谁用花季描写痴情的书，提笔落后尽更言无数。美了惆怅尽失了眉目，望庭院深深红尘几度，谁用流连沾写相思入骨，字字句句寂寞相为处。几滴泪
最怕。